我没有女朋友，你真漂亮。你吃饭了吗？我吃饭了，五花肉。梁世忠先歌唱初体验，嘴甜学你真漂亮。出道不到两年，25岁的南韩小鲜肉梁世忠抵台准备会粉丝，才坐下受访就心系台湾灾情。지금이제대만에지진이일어났잖아요그래서저도마음이별로안좋고또여기계시는분들이 어떠한마음의피해와상처들이많이 받지않으시도록기도하겠습니다또팬미팅을준비하기위해서지금뭐제가노래를진짜못하는데노래도연습하고뭐당연히제가편지도쓰고네그리고배운중국어요我没有女朋友，你真漂亮。你吃饭了吗？我吃饭了，五花肉。呀，五花肉，我爱你。他演技备受肯定，却有报道说梁世宗因过去曾是跆拳道选手转行演戏，让家人非常不谅解。对此，他也郑重澄清。일단저는태권도선수를준비한것이아니고요체육관에서저희동네체육관에서시범을보이는그런이제네뭐그냥시범단이있었고선수가절대아니었고요이제저희부모님께서반대를하신게아니고요부모님이외에이제친척분들이많이반대하시고키스하고싶어요他在韩剧《爱情的温度》里把徐玄振、欧尼聊得不要不要的，私下是不是也这么浪漫呀？낭만적인행동이전혀없었습니다저거저낭만이요낭만은누구에게나다있죠저의낭만은지금이공간에서제가느끼는낭만은이곳에이제여러분들과같이있는거他的浪漫好抽象啊，是说欧巴这次来台语等于提前跟粉丝过情人节，有准备好料给大家哦。레슨을받을때는두시간씩받고요혼자서이제학원에가가지고연습을할때는한네시간정도씩연습을했습니다노래는굉장히어렵구나연기를더잘해야겠다